简燕，今天我们来把那个三角梅的枝条给它扦插在这个地里面，因为用盆的话实在需要太多的盆，所以说我决定把它扦插在地里面。现在小雨在帮我印地，先给它就是把水渗透进去，然后再那个再去扦插。还有给大家看一下我下面就是扦插的那个东北人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我们砍头的时候是绿色的，现在基本上都那种粉粉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一颗都好粉好粉，还有这些都是粉粉的。我姐家用她把那个直接插到花盆里面，啥子都没弄，就直接他们公司修的时候修枝的时候直接就插里面，她一样的都冒新枝子出来了，还长得多么好，还在家头。我想沉浮在你的海洋，你看不见我泛红的眼眶。我们的这一颗火鸡还是在这里，但是这两天颜色有点褪了，都喷在身上了。哎，交过肉。爸爸是怨我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都是怨我。星星。